那你们好，我是小胖哥。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，麻烦点赞、关注、加转发。一键3连的朋友可以免费咨询我任何问题，不收任何费用。小胖哥呢，在招代理、全网都可以找得到三连小胖哥。我每天经常都会在朋友圈做一些激活系统，就是关于京东入驻这一些。昨天做了一个激活系统呢，上面写的是京东大药房旗舰店特批下店啊，就是内部名额有限，有需要的速度聊一聊啊。老哥截图给我。他说啊，这个京东大药房旗舰店是大概多少钱啊？我说京东大药房的店铺呢，价格相对来说就非常的贵，这个要看你有什么资料。如果说你没有资料的话，价格特别贵，空壳的话特别贵。他说空壳的话，大概是什么才叫空壳？我说什么资料没有啊，那就叫空壳，因为大药房它包含的资料相对来说啊非常多。他说这玩意会不会死店，好不好搞啊？我说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做运营，反正开出来就是卖药的啊，然后正规经营应该是没有啥问题。他说像京东大药房可不可以就是添加其他的一些品牌或者说类目？我说可以啊，之前开出来的大药房是可以啊添加那个医疗器械啊医疗保健，但现在的话就不一定了，因为京东每天它的规则都不一样。我也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添加。他说这个京东大药房的保证金大概是多少？平台使用费啊又是多少？我说这个保证金呢就比较贵了啊，它这个要10万左右，因为卖的处方药，这个相对来说就会贵一点。你可以用京东保险啊，大概是缴费5万左右的一个保证金，年费的话就是每个月1000块钱啊，就是一样的啊。那之前的话是执照满2年啊才可以，那现在的话就是走特批咯，不用2年的一个执照也可以下。老哥说你这个全部下来是多少钱啊？我说如果空壳的话下来最少也得10万8万，这个价格就相对来说比较高，而且他每年的这个药师还要续费，每年也要1、2万啊。如果没有资料的话，就会非常贵。他说我这边没有资料啊，你能把清单发一下吗？我说首先，京东大药房这个它入驻的是一个卖场型的店铺，药房旗舰店呢，它就需要2个标啊，一个这个双标的话就是会价格非常高，一个是10类的或者说是5类的，还有一个是35类的啊，反正就2至3个标，价格的话如果用到2、3个标，可能会旗舰店就更贵。那大药房呢，常见的就是很多朋友在问你开大药房到底什么样的价格，到底多少钱啊，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资料？那京东大药房里面呢，它包含了一个药品流通，就是大药房经营许可证。药品经营许可证呢，这个东西是最难办的，也是最难搞的。这个在每个地方呢，就是你要搞这个，一定要有自己的药房，因为它要来检验的啊，有仓库、有门店这种才可以。那拿到这个药房经营许可证呢，它还有就是类似于，就是药房经营许可证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食品安全许可证啊。这么说你就明白了。那营业执照上面呢，你还得包含这个药房经营许可啊，才可以就双证。另外一个的话，它就是医疗器械的一个备案。比如说有一类、二类的医疗器械备案，这个就要3个证。那医疗器械备案了之后，就是它还需要最最重要的经营许可证，就是药师证啊。那每个店都要配一个药师，那这个药师他是要去考证的。这个证别人给你挂靠，或者说租，或者说给你那个啊，它是需要价格1年1、2万啊，这个价格就比较高。所以说整套资料下来，光是资料费也得好几万。那再加开店、走渠道等等，所以说现在问京东大药房旗舰店，我都会跟他讲你有什么资料啊？如果说是空壳，你能接受价格10万8万，我再来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操作、怎么弄。价格其实是蛮高的，门槛非常非常高。